嗯，我看起来超像你头就会变长。我看起来很厉害，你看冰糖燕窝黄金火龙果 PS 红肉黄果5.99，所以你会买冰糖燕窝的？不会，我会买这个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你会想要煮水煮？小时候看到了美食供应商，回锅肉也是里面的。对，他会煮几乎所有川菜菜系了。So let's check it out. I love my little pony. 他的脚感觉没办法那么筋那么软 Q 吧？你觉得他是狗吗？还是鸟？老鼠也没这么厉害。看看他开心的表情，那下半身就这么辛苦。买菜就在里面，待了4台消防车，到底是怎样？川霸王这个，那我买了。干辣椒跟花椒奶。我找不到，耶。总之我们需要干辣椒，干哦，楼下就有，超小包的特辣湖南，好，那就买这个。确定了，我们家里还有姜吗？可以切5片吗？看你一片是这样子，还是这样子？总共要哪些青菜？青椒、红椒、葱，还有吧？怎么可能？还有高丽菜，有小白菜。巨大哦！你要买多少蒜苗？一根。蒜苗只要一根。对啊。哦好。就走。到蒜苗2根。你葱好像还没买。葱？哎对。这样一包就够了吧？还有一样东西，哇哦，高丽菜。为什么你总是会超过它？五花肉，这里我就一磅，但感觉好大。我们锅子中这不是一磅，大概超过2磅。有理我吗？没人理我，他们应该会自己来理的。他们都在忙。可以给我一磅五花肉吗？没有，一块干嘛？那边有小包装的。花奶。这买起来好像比较贵，1磅5.99哎。我要一块五花肉。对对对，这个。我觉得可以买挂包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拿着做挂包。我们家里还有肉酱。哦。好嘞，拜。顺着纹理还是逆着纹理？其实我不知道。顺纹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鱼很容易杀，因为逆着的话，它是中间会有断层。我不知道对不对，错了就算了，反正我第一次煮不好吃，自己活该。哦塞，一边切，闻到猪肉的香味。好，你这样的话2匙，先2匙，少许的。对，基本上。抓了、哦、米酒没有吗？有没有要加米酒？有，没有，有。我觉得盐跟胡椒可以再多加一点点，挡住之后我就看到哦，很多，太多。这九九帮我放回去。九九。随便啦，管你的。我觉得小米椒好像太辣了。
水煮鱼如何？还不错哎。我试吃一口那汤头，我觉得跟我在外面吃到有点蛮像的，也是蛮成功的。特别配牛奶。可以煮出煮辣的兄弟们吃啊。真的蛮辣的。我只吃一块鱼就流汗。第二杯奶、啊，你要再喝一杯？你都不吃吗？吃啊，没有这么辣啦。再喝点就好吃。那你到底是为什么要把它放进我的碗里呀、啊？它这个猪肉超大块，你看，我挑一块小的。这个完全厂商不计成本给我们。这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味道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嗯，就多半价。哎、欸，很硬，我觉得应该，所以他要求我们切薄片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对，给我十五分钟，放进去一下。好了。哦。好。好小。因为你这个没有炒熟，所以你看你吃的时候是苦的。然后接下来炒到传说中的断层新鲜。很可惜的是，你这个肉应该是很好吃，但是因为它是美国的肉，所以有一点腥味。下锅炒的时候，你可以加两个东西：糖跟米酒。糖可能没有事先先爆香，所以你这个肉根本没有姜的味道。超大块。会有爆香的原因就是把姜的味道挤到油里面。那油就可以裹在肉上面，所以就多一个味道。现在要闻到姜的味道。哦，蚝油，因为它多了一个味道，可以快速的去腥味。糖融化之后变焦糖，你的肉会亮亮。哦，有哎，有。然后这个现在炒完之后，附近那可以吃一口，你可以吃一小块鸡蛋。那个焦类好大一块。这个姜好大一点，这样根本没办法把那个不进去味，是把味道逼出来给其他人用。Yeah. Yeah. 好吃。那爸爸呢？我都觉得很好吃，这个我觉得很成功啊，水煮也很成功。但是我还在教你如何切高丽菜，你连梗都切下去。哎、欸，这真的是梗哎、欸。哦。多亏你有看了那个小说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品尝到这两道菜。来，今天爸爸洗碗。对啊，你今天已经煮菜了，我洗碗。谢谢。今天煮的菜都很好吃。你知道辣椒吗？弗朗波里哥辣椒多斯基，他是诞生于1980年法国现代艺术家。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吗？只要辣椒就对了。不知道怎么吃饭吗？只要辣椒就对了。不知道怎么煮菜吗？只要辣椒就对了。找不到女朋友吗？那么辣椒没有办法帮。总之，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就是辣椒就是一个很厉害，他可以帮助你所有东西，除了笨脚女朋友。